当时我在往这边赶的时候，不是延误了吗？我看那那么多店，我心想哇，那些早到机场好几个小时人肯定会在这边当商场逛嘛。没想到竟然自己也有这样的机会。此刻仿佛时间都是自己的。大家都回家了，而我还在这个地方坐着。